上海这本帮菜本帮面都是用浓油赤酱，红红亮亮的，你以为这个面会吃着那种咸鲜的味儿，其实吃到嘴里面永远是甜味出头。咱今天在上海继续吃面啊，还是吃面最爽。我发现来上海没办法，咱是面肚子。还有呢，就是上海这面做的还真是挺有特色的。我这会儿要吃这个面，叫沪西老弄堂，还是必吃榜，人气很旺。我专门挑了个人少的时候来，这会儿已经快两点了，我估计这会儿没啥人。看，就在这种老弄堂里边，这面馆外头是高楼大厦，里边就是这种状态，这种难找的点都好吃，这是每一个男孩的梦想啊！我要不是吃面的话，我要看看他咋挖。就这怎么进去？还没进。这个点还有人，多亏来的迟。特色是哪个面？像我们这的，现在跟大厂当中要换的海鲜面是我们的特色啊。海鲜面是不放味精的，还是纯海鲜熬制的，蛤蜊、猪肝拌的吧？拌的。这面在这边，哎、哦、呀，这都是浇头这边。哇，你们这个上面很高级啊！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蛤蜊猪肝面，这一大份儿，这上面这是葱油吧？看一下葱油，很香。你还别说，这家这面卖相不错。老板说他们家这是上海经典的这个叫本帮面。这面还没吃到，我对他们家这个服务大满分，服务是目前为止我吃过的面馆最好的。好吃，这家比咱吃鸡家强。这家面这个甜味儿不是那么重，鲜甜，葱油简直点睛之笔啊！这个葱油，剩下猪肝，猪肝看你们切的美啊！这家这是焦火烧的，蛤蜊的那个鲜味也有，蛤蜊。我还会为这个面专程来一次他们家，怪不得人这么多。这会儿两点多了，兄弟们，这猪排是他们家。我看是每桌必点的啊，在上海吃面感觉跟吃米饭一样，太丰盛了啊，很酥脆，里边儿裹的是里脊，18块钱，很惊讶，很香，好吃，素鸡啊，老板强烈推荐的，说是小时候的味道，我不是上海人，我也不知道上海素鸡小时候味道啥味道，跟那个鲍鱼的味儿很像，是上海的鲍鱼，什么都是甜口的。你还别说，这两天吃习惯了，这口还挺不错。你这个面看着不错呀，我能闹你好不？能呀。看这肉，这个是辣口的，甜辣味也是带甜的。我发现你每次点的汤面都比我的干拌好吃。我给大伙儿建议，来上海吃面，你就吃汤面。这老板刚才问我所谓的，你是不是要辣？就完全吃不出来辣，真辣！你居然在这面馆找到蒜了啊！你这是给我包的是吧？啊，那给你吧。对于我老陈来说，吃面不就是为了吃这，是不是？对。这面刚才要是60分的话，这一个蒜一来90分，省着吃最后一个了。好几天没吃蒜了，特亲切，想疯了。面吃完了，一碗底臊子。吃完了，点评一下啊，这家面馆是目前我去过的面馆里边服务最好的。发现上海几乎我去过的馆子行服务都挺好，国际化大都市就是不一样。你说口味，我还是那句话，百人百味。你要是喜欢这个甜口的话，这家面馆绝对适合你。我给它综合打一个4颗星，绝对值得来吃。